刚刚是从花东县开往台东的泰鲁格直角号，我是观光列车长，来北京的8月27号，西站西子站。看一下，9点25分首开的车是4177次，用北回香港树林的，沿用500行军号，用539，以及刚刚的是4329花东县往台东的泰鲁格直角号。好，感谢各位支持，就那，拜拜。